手里紧抱男童，小心翼翼踩着梯子爬下来。孩子一脸惊吓，困在黑漆漆的水泥堆中超过了7个小时，已经哭到没声音了。被救出后，男童害怕焦急，不断望着大楼找妈妈。小兄妹的妈妈也顺利被搀扶救出，赶紧披上外套保暖，所幸只受轻伤。妈妈表示，屋内还有3个人，自己的女儿、妹妹以及侄儿都还受困里头，疑似遭床给压住，动弹不得。来，小姐，你是哪一栋？原本房子倒了，敲铁窗求救，警消迟迟没听到，直到快中午接获消息，全场安静，听声辨位才顺利找到他们。还过来三个，还有三个。啊，你是哪个吗？还有3人待救，警消全力以赴。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